当然也有那个特别强的，就是姜文同志，他是一个自己把说他都想明白的人。他七年拍电影，他就是拍电影棒极了。这姜文啊，有一毛病，就说拍电影是一倒霉的事儿，一趟浑水谁都得趟，别让我一人受累。你看他的电影吧，他把所有相关人都给拉进去。那大冬天在罗小姐演夏天戏，我本来先一紧张，我烟都抽上了，就他妈扔了我一晚上。最后我扔下来没人接，有哥们拿脚垫了一下，直接拍地上。我想我操，我为什么呀？我别吃这饭，这演员这饭不能吃，太不好吃了。他那个《阳光灿烂日子》为什么起鸡皮疙瘩？我《阳光灿烂》我不起，我就拍得好。《阳光灿烂日子》实际上姜文把自己改成拍的，我不看我自己写的，除了《阳光灿烂日子》我看。